德国柏林动物园有一只猩猩欢庆67岁的生日，可能让它成为现存最老的黑猩猩。园方准备了一个篮子的蔬菜跟水果，让它大快朵颐。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中视新闻，我是王一仲，我们再会。